shit. 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来玩这台超长的计程车。哎，我现在呢要准备去接我的客人呢。我这台车好长哦。撞到了啦，看不太到前面啊，这车身也太长了吧。好，我现在转弯又有困难啊，让你先过 ，OK。然后转过来，转过来，我怎么觉得他快撞到？哎，再一次，哎呦呦呦，好险好险，这 不太好控制。哎，要啊，别闹了好不好？我的客人在前面啊。我这边怎么那么多车啊？等我一下，上来上车。我们的位置在后座，所以他要走到后面去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走啊？我们前面可以走吗？等一下，不会吧？又来一台，而且他卡住。哦，哎，停在路边也撞我，哎，虽然说我逆向也不用这样吧，哇塞，我们用我们用后退的方式好了，好吧，后退应该就比较安全一点了。哎，万一他后退，其实还蛮……万一他后退，其实还蛮安全的。好，哎，后面顶住了，再瞧一下位置。哎 ，OK， 终于出来了，终于出来了。哦，前面好多树哦。哟，这两台车怎么样？发生车祸在啊，会影响我送客人出去上班啊。哇，今天路上怎么回事啊？大家都喜欢这台车，就对了。我要超一下车啊！你开太慢了。哎呦，这样子还不行啊！我再瞧一下位置啊，再往前面一点啊，对，我会掉下去。降一下，降一下，降一下，哦，终于啊！哎，他这样子好慢啊！最高时速就这样吗？可是他轮胎不够力。冲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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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啊有啊，有变较快了，动力加速度啊！这个到地上应该要一年多了吧？哦，这个 view 真是棒啊！垂直向下。准备起飞喽！连起飞都那么慢，直接撞到杆子了！哎呦，太瞎了！一出去都有问题啊！我们先来测试一下，可不可以抵挡火车。
火车要来了吗？好像在路上了。我先把这个车子瞧一下位置，可不可以卡在边边？哦，旁边那个货柜那个地方可以卡一下，伸进去。我进去啊！哎，好像就这样子啊，是吧？这样应该可以抵挡火车吧？要来了吗？啾啾！我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快快快！我等不及了，赶快过来，快来！快点，快点！怎么？他直接把我撞开啊？这样不合理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再瞧一个位置，我再想办法把车子卡紧一点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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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好这两根柱子在，还有两个石头，这样应该可以挡住你吧？哇，超强的啦！车子直接把你撞开。这次实验失败了，这台车。